对手呢是来自于瑞士的塞巴斯蒂安。相对于微弱的控场、田英华的硬攻，邱建良有自己一套的这个进攻体系。躲开，摆拳，对方躲开，打火，连续的进攻，连续的进攻。对方的这个内围脚力打斧，连续的击斧上钩顶膝，哇，高位扫踢，哦，对方似乎要被读秒了，读了，哇，刚才这个真是乱战之中的一杆枪，啪一个扫踢，